师吼，过去开始吼是一个真轰动的、真浪漫的这个少年家。难免拢会吼新鲜吼跨过优势者，所以难免会打错。可是他重新再站起来，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太子浪子回头的新的力量。所以他也是我们孩子的守护神，更是我们孩子的榜样。落车本是明珠来下凡，来下凡嘞。夫太医进行组团完，组团完。因为我是非人官，爱做牛背。让我们一起为我们台湾太子喝彩！手剑下方，一个夜空，落到雨伞，流浪的彼岸。
谢谢，我们是打滚乐团，谢谢。